张强，歌手。当人们听到我的歌时，就像我闻到记忆中的香味。张强说，能够成为一个时代流行的标志，自己是幸运的一个。这是一场对于台上的歌者和台下的观众都有着特殊意义的演唱会。对于歌者来说，这是他从事歌唱事业以来举办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而对于台下的观众，这场迟来的演唱会也让他们足足等了20年之久。1980年代的中国给人们留下更多的是记忆中的东西，那时的人们，那时的生活似乎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新奇为标榜的状态蠢蠢欲动着。一时间，一盘小小的卡带让人们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中国最初的本土流行乐也就在各种各样来自外面的影响下孕育而生了。在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是得力于妈妈所在的单位，14岁的张强在这里有机会听到了这种外来的声音。81年82年听到那个港台流行过来的带子，我刚听到是谁的，刘文正的，我就特别希望能得的那张带子。我说哎呦，谁有啊，只要路过我妈乐团门口啊，她要是哪个房间开着灯开着门，我肯定要听到刘文正的音乐，我就肯定进去问人借。那会儿第一次听到的是那个轰隆隆隆隆大雷亮那首歌，雨中寂静。我觉得这个声音太那什么了，就是太不一般了。当然更早的时候，我想想，81年我们听到的应该是邓丽君的东西。但是听到都很好奇。来自港台的声音让小张强产生了好奇心，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自1980年以后，随着邓丽君、刘文正以及台湾一些校园民谣在中国内陆的涌现，也使得更多人的注意力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样的歌曲，慢慢的倾向于新的配器以及编曲所带来的另一种声音。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新生歌手在表演上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这些细微的变化都被小张强看在眼里。朱明英吧，那会儿他唱了一个，那会儿他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在台上扭的人 女歌手。他围着那个叫是黑人的那个头裹的那个布和围着那个衣服哈，而且把全身都染成了黑色，而且叫什么，在台上他敢扭，所以我觉得特别不一般。等电视演他的时候，我就把我那黑板砖录音机挪到那个电视跟前儿，哎，告诉家里人不许说话，你不许说话，你不许说话，哎，赶快录下来。等电视演完了，我就来回扒着那个袋子听。看着卡带的歌片，密密麻麻的抄写歌词，然后再跟着录音机模仿着去学唱，这样的事情，那一时期的年轻人几乎都做过，小张强也不例外。练好歌曲就会拿来吉他弹唱，但是在1980年代初，弹吉他则被视为是不务正业的行为。原来开始我拉小提琴的，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能够穿着干干净净的坐在乐队里。他们怎么教育我的，就说哎呀，你别去，你说你不练琴你将来还能有什么出路啊。哎呦，我天天在家里练琴，我就觉得特别枯燥。我想想，当时弹吉他都算是一种不是很正当的职业，街上买那个红棉吉他，几十块钱一个吧，我就跟着瞎拨了，慢慢拨了拨了，还就能弹到那个简单的几个指法，像十锦菜什么的，我就带着那个吉他还去参加比赛呢。
1985年初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张强，云南的一个音像出版社要签约歌手录制卡带，问他有没有兴趣试一试。这对于已经凭借几次业余歌手比赛就初露锋芒的张强而言，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在妈妈的陪伴下，张强登上了去往云南的火车。我想我急于工作，急于自己赚钱，也是因为我很物质，因为我知道要用我自己创造这些东西才来满足我自己，谁能给我？我父母一月60块钱的工资，像我生活在单亲家庭里那更少，我妈妈也就60-70块钱的工资，怎么能满足我各种需求？皮草大衣，这个进口化妆品，还要到外面去吃酒店里五星级的酒店去吃饭，这些都是我向往的，他没法给予我，所以我觉得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天赋去赢得这些东西，去赚来这些东西满足我自己。1985年，张强顺利地签约云南音像出版社，出版首张专辑《东京之夜》。当时的签约经费是14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在1980年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着实是个不小的数字。而张强则意识到，自己这朵幸运的蔷薇才刚刚开始绽放。少年得志，顺风顺水，大红大紫，转瞬即逝。我虽然很红，但是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一种危机感，因为我总觉得你这样录唱片总是会有头的。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进入1980年代，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而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变化是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最记忆犹新的。时髦成为了那一时期年轻人的代名词，人们衣着上的变化体现着这个特殊时代的新气息。1982年，15岁的张强还在上初中，身在北京的他无形中也走在了时代的前端。我们还喜欢去西单有一个夜市，那是当时啊全北京时髦的女孩都往那儿赶，你知道吗？那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都在那练摊儿，他在那弄一个摊儿。哎呦，当时我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个那样的板车摊儿。我经常去那儿淘货。我想想哈，像我的蝙蝠衫，小细的那个小皮带、小坤包，都是从那儿买来的。前面有个那个小金蛇，有点像卡地亚的东西，现在啊，咔一搭扣，觉得哎呦时髦的不得了。包括那个牛仔裤、 T 恤衫，时髦的衣着和发型，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打扮起自己，也有意识的让生活开始变得丰富起来。音乐则渐渐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随着港台、国外各种流行音乐在中国内陆的出现，人们能够听到的各种新奇的音乐也比之前丰富了许多。我觉得那个年代确实是一个充满好奇、新鲜感，还有觉得未来是就是前途无量，就是大家觉得流行音乐这块，包括卡带和唱片工业，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可以开发的一大块资源，往前走可以无尽头。但谁也没想到软件会出现，你知道吗？当时都是唱片工业是非常赚钱的一个怎么讲，一块资源吧。1985年，正是在这样一种有着商业市场的机缘下，张强有机会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卡带专辑《东京之夜》。虽然曲目是被重新翻唱的港台及国外流行歌曲，但因为加上张强甜美独特的嗓音重新演绎，使得专辑大卖。出版社很快又再次找到了张强。
我想我录的第一章之后我就反响很好，还没出棚呢，当时他的音响出版社的老总叫陈连丹，他就给我叫到办公室，那意思跟我讲，我们再给你出一张，这个再给你出一张，就是你3个月之内不许给任何一家出版社再录音，保证我们的发行量。定了大概有14首歌吧，把我的稿费1400元转成9000块，我当时肯定答应了，我就说啊赶快签。当时第二张专辑最火的是应该是第二张。从第二张专辑《害羞的女孩》之后，张强的专辑开始畅销全国。1985年，张强先后录制了5张专辑，而第二年，仅一年的时间里，张强就录制了11张专辑。那一时期，只要是音像货架上，都随处可见张强的名字。迅速的成名，也使得这个不满20岁的女孩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物质条件要比别人高很多，别人不敢吃的、不敢买的、不敢去的地方，我都敢。当时是我们的编辑或什么，他们只要涉足唱片的，包括是歌手，都比普通的人有钱。对，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像我们那个年代，别人家里都不能拥有的大的彩电，山水音响、先锋音响、大的摩托车。就那种赛车似的那种，都是这些搞音乐的人在开，在玩。1986年，张强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专访，并凭借专辑销量的骄人成绩，和惠特尼·休斯顿、珍妮弗·拉什、邓丽君等一起，被评为年度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2000万张的专辑销量，张强也创造了内地流行乐坛至今无人企及的数字。尽管那时张强的歌声红遍大江南北，但他却没有找到所谓明星的感觉。按照当时的话说，张强是歌者中的个体户，他不属于任何单位组织，因此没有电视、报纸报道他，他更没有机会登上正式的舞台演唱，以至于很多人听过张强的歌，但连他的样子都不知道。我就是非常想进东方歌舞团，当时的主流歌手我觉得他们是属于高高在上的吧，有团体，有各方面都有保障的。我虽然很红，但是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一种危机感，因为我总觉得你这样录唱片总是会有头的，不可能没完没了。1987年，走过了2年最初的辉煌时期后，悄然兴起的内地原创音乐取代了张强的声音，失去了唱片市场，又无法开始自己的原创音乐路途，张强只好随着当时的出国热潮远赴澳洲，暂时性的淡出歌坛。淡出歌坛，一心相夫教子，人生转折，重返歌坛。我觉得婚姻让我成熟了很多很多。对，原来我更是一个更 open 的人。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86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此后，崔健、郭峰等一批原创型的歌手纷纷出现在了中国流行乐的前端。尽管此时张强的专辑传遍了大江南北，但这样的演唱会却没有邀请他。远赴澳洲的张强虽然表面上依然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在内心中，一个热爱唱歌的歌手始终会向往着歌唱的生活。我觉得原创将来会是一个落脚点，流行音乐的，中国流行音乐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大家呢，
都写不出来好听的歌，因为流行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蹒跚起步的，这个像一个婴儿一样，不可能上来就呵写的不是好听，我觉得不可能。当时我也尝试创作，但是很多作品我都扔掉了，就觉得拿不出手，但是也尝试，我也想写。可以说中国最初的流行乐是在模仿与抄袭中诞生并成长的，虽然张强加以自己的理解翻唱演绎，但由于这些歌曲并非原创作品，使得张强很难成就经典之作，他的专辑销量也逐渐减少。1987年，张强选择了离开。第二年，刚满20岁的张强突然在澳大利亚结婚，并移居香港，过起了普通女人相夫教子的生活。张强的声音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过日子呢，你可以享受到家庭的气息，跟家人在一块儿一起吃饭，那也是一种享受。我说都好，我觉得一个人，甭管男人女人，就算你是个家庭妇女，也应该有一种爱好，对不对？我当家庭妇女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做，我离开舞台，我就喜欢做手工，比如说我改衣服，把衣服上重新旧衣服重新贴上亮片，重新穿出来，我也觉得也是一种享受。然而婚姻生活的挑战，你可以离开，当你能抽出身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事业。1990年代，大批港台歌星的卡带正式引进，中国大陆也兴起了自邓丽君以来的第二次港台歌曲流行的高潮。1996年，尽情摇摆；1997年，习惯寂寞。两张专辑让沉寂了近8年的强迷们的耳朵为之一亮。许多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这样久远的歌声中瞬间复苏。在当年，张强就是以他甜美而独特的嗓音，将这些经典的歌曲引入人们的生活，烙下了专属于张强演绎的印记。2001年，那个同一首歌，应该算是我一个真正的重新回到舞台上的一个起点。当我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我真的不知道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所以我舞台经验也不是非常的多。他们说组委会规定你唱《相思河畔》，我说我不去，我说我不喜欢那首歌，我说我唱不动。那你想唱什么？我说我要唱那个《爱你在心口难开》，因为我知道只有这首歌能够给人心一种震撼。如果你要阴阴柔柔的站在台上，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性格，那还不如我别去了呢。所以我说你们要同意，我就唱这首歌就去，你们要是相思合伴就算了吧。结果他们说好的，说你唱那个爱你在心吧。结果一下就是这首歌怎么讲啊，让我的歌迷都想起了我，或者回忆到以前那个日子。你可知道我的爱你。张强说，一种声音可以让人回忆一个时代，而自己就是那个把人们带回1980年代的人。在那个内心渴望潇洒的年代中，张强用他的歌声满足了人们的欲望。而面对曾经的辉煌，经历了生活的历练，再次复出歌坛的张强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当今的歌坛。他很清楚，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二十余载，中原梦想，平和心态，笑面人生。他不可能再有那么细致的，像那会儿没事回家就打开收音机去听。他现在听我的歌，就像我闻的那个香水的味道是一样。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年轻时
2008年1月12日，北京北展剧场，时间定格在晚上19:30。当舞台上的音乐响起时，张强演唱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点也被印证在这一时刻。这是张强从事演唱生涯23年以来举办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十余首经典老歌被重新编曲演绎。演唱会后，面对歌迷不一的反应，张强选择了平和地去面对。有些人就说：“哎呀，强姐不太会煽情啊，或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还真的不太会煽情啊。像你刚才说的，有人说，有可能是第一场，有可能是最后一场啊。要最后一场的话，我可能又不想唱了，又觉得累了，都有可能。嗯，任何可能性都有。面对舞台上这个不太会调动现场气氛，但还在唱着欢快节奏歌曲的中年女人，有人说张强有星运却无星缘，因为他生不逢时，又或者生逢其时却生不逢地。假如在1980年代，张强不是出现在刚有流行歌曲的中国，凭借那么良好的演唱天赋，他不会成为后来者脚下的奠基石。也有人说，假如张强从一开始就坚持唱下来的话，当今流行乐坛上也会有他一席主位。我如果当年唱下来，有两种可能，有可能我现在是全中国资历最老的流行歌手啊，高高在上；也有一种可能，人家都已经不爱听我的歌了，就唱臭了才下去，这有两种可能。现在这种可能性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推敲。我现在就抱着玩音乐的态度，嗯，有些歌迷说啊，我们还喜欢听强姐原来的；有些歌迷说，哎，我喜欢现在的，见仁见智这东西，嗯，那喜欢听原来的呢，去听原来的；喜欢听现在就听现在的。我觉得，都可以。我是在进步的，在音乐上。平和的心态，与世无争的生活，这就是现在快乐的张强。经历了歌唱生涯的大起大落，再次复出歌坛的张强在生活中感悟着，他知道演唱会台下那些多数带着孩子来听自己唱歌的中年人，再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听到快节奏的歌便会起身随之摇摆。他们坐在那里听的并不是张强的歌声，而是在回味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就如同张强说，一种味道也可以令人回忆起往事一样。我第一次用到口红和这个化妆品都是资生堂的，是我妈妈在那个民族饭店演完出回来，用那个外汇券在那柜台上买的，包括洗发的香波。嗯，到现在一种香水的味道还在我鼻子跟前。现在的心态已经不是那会儿的闲情逸致的心态了，那种小孩儿什么都没见过，现在他们也听过见过很多，而且忙着赚钱，忙着家里的很多糟心的事儿啊，或者琐碎的事情啊，他不可能再有那么 细致的像那会儿没事回家就打开录音机去听你，不可能了。他现在听我的歌就像我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晚上在这里召开自己的首场的个人演唱会，有没有要想要和歌迷说的话？我从80年代到现一直唱到了现在，其实怎么讲呢，我要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在座的歌迷对我的支持。我希望你们以后再这样支持我。2018超强绽放张强北京演唱会到这里完满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希望各位继续支持张强，谢谢各位，晚安。谢谢。我现在只要唱老歌他们就接受，不管我以前唱过没唱过，
所以我说了，哪个年代的歌手，他有一种很浓的时代感的，就是烙印。所以我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八十年代的代表。所以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的幸运了，我能成为一个时代流行音乐的，就是文化标志，我觉得已经在所有的歌手里，我是幸运的一个。追溯1980年代中国流行乐最初的记忆，许多类似张强一样的歌者都被定格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曾经的存在对于中国流行音乐之后的发展也都有着或大或小的意义。今天当我们再次听到专属于那个年代的声音时，在我们回味着一种时代的记忆时，探究那些曾经存在的意义还重要吗？